苏豪换左边过，破了步掌之后高挑两分。李书伟三分线外三步的距离拔进了，这球给书伟啊，送到林书豪的手上，在外线的出手眼还颜色。哎，林书伟又抄到，哇，这个传球博朗没有注意，被林书伟连得了五分了。哇，还是没有卡位哦。对，领航员看起来篮板呢，在这场比赛是比较吃亏的。林书伟投进了远距三分，不是没有进球的记录。给到书伟，在罚球线之内的跳投游，的确是蛮尴尬。哎，林书伟又抄到，哇，这个传球博朗没有注意，被林书伟连得了五分了。国王队似乎改了一个比较偏区域的防守。林书伟三分线外三步的距离拔进了。苏伟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，这球给苏伟啊，到禁区里面的抛投球弹两下进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利用一个时间差往外的一个 floater， 右手的抛投，球被拨了一下，再送到林书豪的手上，在外线的出手眼花颜色，哈哈，豪哥说不同意啊，好火球之术来了，苏豪换左边过。破了步掌之后高挑两分，哇，非常漂亮的换边之后切入抛投啊，跟第一轮有比较大的差距，不过再抛进了两分。林书豪踩欧洲步延迟他的出手。